2009年12月20号下午5点。那现在是在奇美北干啊，一直到南干的部分啊。那我们看得到海域啊是十分清洁。那除了有零星呢啊几条啊破船，那都已经啊是远远超过禁限制水域在大陆沿岸的这一个部分啊。那屏东舰过来这里执勤的这几天呢、啊、除了前面一两天呢、啊、有这个啊少量的抽运沙船，那经过我们严打以后啊，整个水域啊已经净空，在这两天呢 啊几乎没有什么滞留的这一个抽运沙船。那以上啊做一个回报。